各位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嚟到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我叫阿凡，系你哋嘅电脑播讲员。今日我哋会承接上一集嘅内容，继续为大家介绍任姐任剑辉女士嘅生平。任剑辉与白雪仙主演的电影包括有一《福至心灵》1951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张英、周坤凌合演；二《多情孟丽君》1951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石燕子、黄超武合演；三《万花感受》1952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石燕子、新马师曾合演；四《为情颠倒》1952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周坤凌、张英合演；五《酒楼戏凤》1952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欧阳剑、黄超武合演；六《戏迷情人》1952年，任剑辉、张活游、周坤凌、白雪仙合演；七《吕布戏貂蝉》1952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刘克孙、张醒飞合演；八《舞台春色》1952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张活游、紫罗莲合演；九《火烧阿房宫》1952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陆飞鸿、徐仁心合演；十《一对胭脂马》1952年，红线女、白雪仙、张英、任剑辉合演；十一《歌唱十二钗》1952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梁醒波、欧阳剑合演；十二《神妻雾嫂》1952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陆飞鸿、欧阳剑合演；合演十三《灵王艳史》1953年，薛觉仙、白雪仙、任剑辉、欧阳剑合演；合演十四《卖花赞花香》1953年，何非凡、任剑辉、白雪仙、罗艳卿；合演十五《胡桃之粉客》1953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周坤凌、石燕子；合演十六《司马琴挑寡妇心》1953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欧阳剑、陈露华合演；十七《五间雕妻》1953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罗剑郎、郑碧影合演；十八《富士山之恋》1954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陈锦棠、梁醒波合演；十九《锦艳同徽香雪海》1954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罗剑郎、梁醒波合演；二十《马者泪》1954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江一凡、胡枫合演；二十一《初为人母》1954年，白雪仙、任剑辉、梁醒波、麦炳荣合演；二十二《遥控烛化佛前灯》1954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梁醒波、郑慧心合演；二十三《自梳女》1954年，张英、任剑辉、白雪仙、梅尔合演；二十四《春花日日红》1955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郑碧影、苏少棠合演；二十五《玉女香居》1955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陈锦棠、吴君丽合演；二十六《鸿运喜当头》1955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凤凰女、梁醒波合演；二十七《好事成双》1955年，张英、任剑辉、白雪仙、欧阳剑合演；二十八《陈姑追舟》1955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梁醒波、余明合演；二十九《日月重光》1955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
胡枫、宋丹合演。三十，银河抱月，1955年，任剑辉、白雪仙、梁醒波、林妹妹合演。各位关于任者、任剑辉的生平，同埋佢唱过的曲目、拍过的电影同故事，我哋今集就讲到呢度。喺下一集，我哋会继续讲述任者的生平，希望大家继续收看，唔好错过。同时，请大家记得订阅我哋呢个阿 N 与阿 Lam 频道，以作为对我哋嘅支持同鼓励。同时，请记得揿埋订阅旁边个啷啷，咁我哋每次出片 ，YouTube 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哋。好，拜拜，我哋下一条片见。